请系好安全带，蔡英文新路线请直走，催促核四完工请左转，路线改变，核四停止商转请右转，盖国光石化请左转，路线改变，反对国光石化请右转，抵制老农津贴请左转，路线改变，加码老农津贴请右转，反对陆生来台50公尺请左转，路线改变，欢迎陆生来台20公尺请右转，听我的，没错，右转，领18%又骂18%请左转，路线改变，不领18%就不做公益，马上右转。 ECFA 糖衣毒药请掉头，不对不对，延续 ECFA 请直走，推动两岸和平协议请右转，路线改变，反对两岸和平协议请左转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路线重新规划中，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请回转。蔡英文变来变去，民进党翻来覆去，你信任吗？